以我脑袋为限哈。好，那我分享一首这个比较快的哈。我们来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好不好？对，比较轻快的哈。这是任贤齐的歌曲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对面的女孩，I see you， 看过来哈，谢谢。看过来哈，但如果对面可以改一下，对面的美女看过来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来演奏一首你们熟悉的哈。那这首歌呢，我先直接吹开始啊，大家知道歌名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就猜一下哈。好，那掌声鼓励一下，我就来台下吹奏，好，来台下吹奏。好，我从左边开始哈，来吹奏到右边啊，我大概吹到这边，你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歌了哈。对呀，
好，谢谢大家哈。这首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哈，但大家应该都熟悉了哈，只是我吹的这个版本呢比较不一样哈。那现在时间几点了呢？9:53哎。我们时间最后两首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最后两首，我今天真的太累了哈，我今天呢下午就开始演奏，然后呢早上呢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下午演奏要搬所有的硬体从一楼搬到三楼，没有电梯，我不知道。我早上呢跑去健身房健身，啊，健了2小时哈，啊，所以呢又搬了三楼，然后再吹1小时。晚上呢赶过来马上来这边再吹2小时，大家掌声给我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很累。